要炒粿条了。收到消息，重出江湖了，是来一定来买呀、啊。本名，我看本名。今天早上他来打包是吧？我妈妈。还有家不要那小几个来包哦。他说很好吃哦，我说是啊是啊，我说之前哎不是没有卖啊，现在又再卖回啊。哦，卖回了吗？然后我说是啊，那我一定要来买。卖了拍上去。哈哈。他慢慢来包给你吧。嗯。这是好的。哦，炒粿条。嗯。加雪蛤。加。血汗哦，汗我给喝，然后要辣的，还有要鸭蛋，鸭蛋的啊，鸭蛋，鸭蛋比较香。OK OK， 等一下，安迪包给你啊。可以，慢慢。猪油炸，好，放猪油炸就特别香。鸭蛋炒粿条，小姐能不能再煎多一粒荷包蛋给我？好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谢谢。哇，好用！好了，没有炒五年了。哦。大概炒嘛，连椒就是一面两块钱嘛。对对对。还烤嘛，不是烤嘛？昨天的时候，那个我在。猪马的，俺在问我妈，你没有去猪马呢？我说没有来做生意吗？这个、啊，他们有假说。放上面。哇，好呀，哦，这也好。你爸是哪个？再来多一粒荷包蛋，哇！半半分是不是比较好呀？哇！等一下，换怎么不下去？好吧，快！猪油炸，对吧？可以关。